经过一日的星空约会之后，促成十对佳偶配对成功，配对率高达50%。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让更多单身朋友在畅游猫空体验与游戏互动下认识彼此，寻觅幸福。什么叫主动积极？你自己化身为己人，觉悟，正是都要拿在你的手册去跟对方留资料。不要四号再来跟我们文山区的主办单位去跟他们要资料。请问台湾国道五号的全名是什么？哎，这第一选我选我要喊。不管我现在告诉公路，不对，不对，来，业务组，业务组，请说。蒋万水告诉我正确答案。白脸代表了什么意义？我讲，选项一奸臣，选项二书生，选项三武将，选项四女大。有选项有有有。回答。奸臣正确答案。你怎么知道？单身联谊活动主题为爱在文山星空灿烂时，特别将整个木栅动物园规划为参加者的游乐场，让参加者穿梭探索解谜，接近傍晚时共享浪漫云端缆车，并且在满天星空的陪伴下在特色餐厅进行飨宴，活泼趣味的互动游戏让参加者可以充分认识全场异性朋友。也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可以大家一起参加。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就是在拼图的时候，就大家很积极努力，然后又怕被电风扇吹走。哈哈哈哈哈！哦，团结一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猫空缆车，因为我第一次来这边搭，很亲切，真的是。但是你没有查过，也很感谢，我希望都会。有那你看搭猫缆看什么？看夕阳，对，看还上来就看夜景，对不对？对对对，都有看到了一起住的，对对对，还可以认识到新朋友，对，还可以认识新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然后可能跟大家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然后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吃饭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餐点很好吃，不会太暗看不到吧？我们都不知道在夹什么桌，不会不会哦，我们那边要看菜单，哦，有那个灯哦，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那一组都很会吃，然后就是大家在活动里面就是也都很愿意就是介绍自己这样，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顺利找到就是另外一半，谢谢大家。首先很感谢我的队友，就是组员们，对，真的，对，而且成绩还不错，对，就上来领导师讲讲，阿祖多亏了他们一起协力合作这样子，然后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觉得大家都很活泼，然后很乐于分享，对，就是大家都表现得很好，对，然后也很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区公所还是我们公司，你们举办得很好。区公所单身联谊活动吸引许多青年男女报名参加，为了鼓励男女配对只要成功不想婚姻，除了有精美礼物外，还有提供充满日式建筑风格的文山公民会馆场地免费让佳偶拍摄婚纱，期望透过活动增加单身男女交往机会，觅得良缘，可以提高结婚率及生育率。记者温俊台北报道。